我坚持我的公司的东西 95% 都台湾制造，网络上面啊 90% 都大陆制造。我也希望啊蔡政府不然你把它禁掉。再讲一次啊，台湾制造不是民进党的侧翼哦，在卖贴牌中国制造。95% 都台湾制造。好不好，我要台湾标章了。MIT 呢，谁比我爱国是吧，中国健身房。开啊开啊，健身房商业竞争嘛。商业竞争要开多少来多少，我们竞争而已。做不起来我包回去嘛。我不是支不支持服嘛，我支持务实的。人民要活在务实当中，活在每一天。经济做好，法治做好，大家买得起房，大家生起小孩，哦，这是我最大的期望。哎，我再重申了，刚好媒体啊，老子去当官，老子全家，好不好？现在有一些总统候选人是主张重启服贸，不过它会影响台湾的产业部。那健身房产业，中国的健身房产业可能也会进入到台湾。哦呦，我有看到偏绿的节目在瞎乱说这个东西，对，瞎乱编。就跟黄老师的这个什么23笔土地是吧，大富翁是吧，差不多意思哦。服贸这个东西嘛，我昨天直播还把这个9年前啊，我们这个苏贞昌民进党大佬他也讲了，哦，我们不是反对服贸，我们，他自己都讲了，大家上网去查好不好。好，那我觉得民进党要先出来解释这个啦，因为我不当官啦，啊，现在一堆人说我要当内政部长、体育署长，就算当了里长，我明年5月20号我就跳海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是为了人民出来讲这个。那这一题也是非常帅气，中国健身房，开啊开啊，健身房商业竞争嘛，商业竞争要开多少来多少，我们竞争而已，做不起来我包回去嘛。这跟公共议题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再来服贸这个东西，我也讲很清楚。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也讲了，柯主席也讲，一大堆人都讲，两岸监督条例在那里嘛，我们不能失去主权去赚钱嘛。哎，我是2019年623反红媒的号召者，哎，我是反红媒大将，哎，台独分子，哎，你不能说今天我们去检讨执政者，我就变卖台了。我再重申一次，这就是台独。为什么今天戴这个军帽？3年半海军陆战队退伍的。爱国我也很爱国，是吧？啊，不能，我人民生活老是在意识形态。每次到了选举，来仓库的芒果干拖出来准备卖，这个我不是我们乐见的哦。我不是支不支持服贸，所以请不要在中国健身房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两岸人民共生共荣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不能失去主权嘛，这我们都知道。那现实面就是我常常在讲。我自己也在做品牌的，大家都知道嘛。我坚持我的公司的东西 95% 都台湾制造，网络上面啊 90% 都大陆制造。我也希望啊蔡政府不然你把它禁掉，要不要？网络上所有中国制品，把我们台湾卖去，卖台湾卖去中国的，中国卖来台湾的全部都给它断掉。阿里我跟你叫小贺，我也希望啊，因为我的电商 95%， 我再讲一次啊，台湾制造不是民进党的侧翼哦，在卖贴牌中国制造，95% 都台湾制造，好不好？我要台湾标章了，MIT 呢？谁比我爱国是吧？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执政哦，希望这个节目啊，不要再这样乱讲，好不好？我不是支不支持服嘛，我支持务实的，人民要活在务实当中，活在每一天，经济做好，法治做好，大家买得起房，大家生起小孩。哦，这是我最大的期望。哎，我再重申了，刚好媒体啊，老子去当官，老子全家，好吧？哎，不要再说了啊！这716，官朝去当官，我623的时候也要说当官。啊，我现在在干嘛？快接近四年前也说我要去当官了，今年又说我要去当官了，我当了吗 ？OK， 好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有点激动，今天换我们老师没有咆哮，咆哮到，不好意思，可以了，刚好讲到这个 ，OK， 可以，谢谢、哦，谢谢你们。谢谢